收起你的穿越计划吧，不要再给我们增加工作量了。嗯，哈，这是来自时空管理局的通缉。搞事的家伙，不管逃到哪条时间线，我都会亲自和他归案。未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沉溺于过去的错误。我锁定你了，超光速！我锁定你了。